县官你来出气，县官的事情需要官人上座，希望县官出下高气，帮老保免死之罪啊，保你免死之罪，有冇犯会当下面了我啊，是故下面一事细事情，代言你为着江山可算不孝功劳，官人可以答应。谢主隆恩，有夫不认妻主，不知这桩案件，明君作何打算？夫不认妻，无唔对，莫非放无放囝？大胆，哪来的官人放无放囝之罪？玉在积案，希望县官明天。感谢神，是官人护道啊！